你好，我是四天集团的总裁郭世忠。坐我的椅子，你坐够开未？哇！总裁补助果然无同款，坐了够爽的。我来登去当老板，我嘛要穿一堆甲这同款的椅子，可能我办公室会爽。其实啦，你应该他妈妈在台湾啦。拨一寡时间啊，带伊四界去行行。因为妈妈真正最希望你留伫咧台湾。但我想要做代志做煞，我就会回去啊。台湾虽然真水啦，啊，不过我放袂落，伫咧国外当我遐美女咧，伊即马一直足想我诶。较定着好无？你人生拢过半世人去啊咧。那赶紧找一个固定的伴，啊，无你真正要做一世人的罗汉脚。啊，无多啦，我都较介意哦，叫野花咧微调调的啦。安娜，咱艾伦喜酒食煞，我来登记啊，免遐烦恼啦啊。阿妈，阿伯，郭总裁，头家妈，你哪会来啦？我早就应该来看你啊！阿妈，请请坐。嗯，多谢你，阿姐。哎，你破病嘛无甲阮讲，好佳哉天公白斗三工啊，让你带来遮，这是细贤妹病院呢。进前你照顾陪伴我偌久啊？啊，你这摆吼，带入来细贤病院哦，拄好换阮来照顾你。你放心啦。我已经叫世贤找上好的医生，用上好的技术，一定要把你医好。江小姐，除了医疗的部分啊，其他看有啥物代志需要斗三工，做你开嘴，千万唔通客气。多谢郭总裁，多谢头家妈，多谢阿妈，多谢郭总裁。小叔啊。你即马是咧烦恼讲，想要偏偏甲恁妈送入来，甲恁兄妹有过一个人的病心。顶摆恁兄妹捡迄个人驾驶，啊，即马敢会摕恁妈的性命做威胁，趁机会报仇啊？我小叔，郭总裁，细贤，你要创啥哈？顶摆甲两个囡仔行到安尼，还无够哦。妈，这查某囡仔哦，袂用惊着啦。江小姐，你查某囡仔真有胆识，真勇敢。讲到顶回迄件代志啊，其实阮也有唔对的所在啦。我为着我家己的查某囡仔，竟然失去一个做事大应该有的气度啊。我即马伫咧遮，和江小姐还佮小春回家去咧。郭总裁，其实你的心情哦，我会当了解啦。我想你只是想要尽一个做爸爸的本分。啊，那我做是我，我嘛可能会安尼做啦。郭总裁，顶一届我嘛对你讲足侪无礼貌的话，我伫个遮甲你讲一声实的，请你莫放伫个心上。我哪会甲囡仔计较啦？对啦对啦，误会解释清楚就好啊啦。啊，过去的代志哦，大家拢也放袂记啦。对啦，小春，这是这间病院病院长伊的名片，顶面有伊的手机号码。我已经甲伊交代好啊，24小时啊，拢接恁的电话，所有任何需要直接敲伊就好。多谢郭总裁。朋友，你是吉林天雄，一定要马上恢复健康的。到时阵吼，咱做伙来养生，做伙食百里。好。
啊，谢总啊，你看你这英人多好命，袂参像我做家总裁啊，我爱亲身啊去处理一寡咧杂杂滴滴的代志，连想要请半工的假哦，都拢袂用得。看起来我应该参像个江小姐同款，心脏无好啊，才有法度好啊休。啊，若无我就只有安尼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做到我死为止啊。弟弟，送你头家去公司，你落来说你。是，好家妈。平常时看总裁高高在上，想袂到会跟发哥饮做伙饮酒，看起来更不是生分啊。李冬雨啊，之前恁爸欠钱的时阵，我就叫你来酒店上班。迄个时阵啊，你阁一地秘书阁清高同款。你若是早入这行吼，你早就已经是红牌啊，赚甲并贵，有车有厝，嘛免看酒馆面色嘛，对吧？我伫遮叫做 Yuki。李冬雨经理，倒酒啊！我喏，叫发哥，我是开钱来看你面色呢啊，啊？给我一杯。段姐。八哥，我给你一杯。你，我八零会馆，不是随着人客开钱就让做老大的所在。八哥，你若是无满意，门口底下，顺行。Yuki，你先走。是的，我看没关系，我的小姐白白让发哥欺负，才会假死，请你体谅。我跟你讲，朋友母已经出现啦，伊即马要卖一块土地的宗旨，你去探听好清楚。好，啊，不过表还是先给我。你任务还没完成，你是要跟我退什么物件？也是讲我拄时学了，你会当做老大诶。你即摆真正认为你就是老大？我认定老大是会当用能力说服别人，讲话算话，毋是掠别人诶弱点控制。安尼你做诶代志，甲发哥有啥物无共款？讲出去，无人会尊重你。我饲的狗袂认得主人，我饲了要创啥？归去试试。我即摆话个血有啥物差别？我是孙女。总裁，总裁，总裁，你看你，你看恁一个啦。今仔日回馆吼人真济啦，咱若是出代志哦，迄个派出所啦，莫为着这个查某吼，把总裁你的手捂垃圾啦。总裁无想要看到你啊！你先出去啊！总裁啊，你要干什么啊？哦，那是无问题啦。也不过吼，最近检的一直在咱的会馆咧吵呢，我惊若有代志哦，会足麻烦的啦。你去探听朋友买这地的地价是偌济？唔通有人知影是向你问的？无问题，总裁，交我。
小母，我来看你啊，你今日感觉安怎？所以，叫我骨头啊，你去买不能当爱吃的物件，爱注意，不要被人发现。是。原来彭耀武就在第一家，我给你打电话吧。艾伦，真正是你。喂，艾伦。你是不是有好消息？你来在这兒，你打电话给龚总裁创啥？既然你人拢带来这兒，咱就你来，讲我清楚。饭档输掉嘞？这干哪我？哪有饭档？你对我未来带画本当署长的名，你是超过会画我听，你要搞我骗的？我真正料想袂到，高总裁竟然牺牲家己查某囝的幸福，把你嫁来阮家做失败。你根本无爱安迪，你嫁来阮家只是为了替恁爸，摕到酒家情报。我知影。我的行为安尼唔对，我只是无想要让阮爸看我袂起，我这个查某囝伫伊心目中一点仔价值拢无。爸，我只是一时的糊涂，我拜托你，你莫甲阮爸讲好无？我下摆袂阁安尼啊！是糊涂。你泄露给恁爸知影代志，敢敢来惊你一件？爸，我就说，真正只有一件，而且我不是条狗也不好听，我真正是无意中去听到的。哪里你真正无意中听到酒驾袂少代志？爸，你真正误会我，我是真正爱安迪。我是真正想要做伊的太太，卡叔讲我无意中跟阮爸讲着酒驾的代志，迄拢是因为我关心酒驾。酒驾有在无危机的时阵，阮爸爸出去斗相共啊！你难道怀疑我给你们酒驾心？艾伦，我现在亲自跟你讲，虽然你是酒家媳妇，也不过你那是心术不正，想要害我的亲人甲我的兄弟，我绝对袂帮你说。今日的代志，我袂讲给恁爸知，算是给你一个警告。我希望你听你入心。千万唔通卡步打岔，爸，我知，我会好好悔改。古世贤连家己亲生查某囝拢会当利用，这人的心肝真强，我一定要提早做准备。绝对袂当踏入伊的陷阱。